2012北海岸婚纱刘倩影暨彩风摄影比赛今天举办颁奖典礼，许多摄影好手齐聚一堂，北管处的山精灵、风精灵也莅临现场，带来可爱舞蹈。今年参加比赛的摄影作品共有1653件，较往年多出一倍。北管处处长陈美秀开心表示，以他举办这8年摄影比赛的经验，他发现业余的摄影师在选材、摄影角度会有比较有创意的空间。我常常在想啊，就是说，一样的米啊，可以养我们百样的人啊。那我北海岸观音山一样的景致啊，那在各位摄影好朋友的手中啊，它可以拍出千样的风情。以《情的旋律》夺得金牌奖的业余摄影家吴念荣表示，摄影的要诀在于天气，天气好就很容易拍到好作品。那一天真的天气就真的非常的好，那我们就是请朋友，因为这3、4个朋友，他帮我们把白纱拿高，就是那个头纱的部分拿高，然后用那个颁奖人首先回座休息。台湾情报记者郭秀珍台北报道。